要求的了，要求越来越高的了，就可能政府啊、机关啊，有些人就可能不给你用了，是啊，不出奇啊，要你戴好头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用苹果手机是最省心的。你看，特别我们中国的老年人，你手机给他买个新手机，不论是哪个国产哪个手机，你再过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去看，他手机是塞满了内存，装满了软件，是不是？是啊、苹果就不会有这种事情。它的内存一会儿就占满了，里面全部装了垃圾软件，稍微一点就给钱了。不是，我说旧款的苹果手机，就我们以前用的，对淘汰出来的。对，他又不老人家用，他又不打，还蛮快的。他又不打游戏，你给个苹果手机他，你过一个月去看，他手机还是一样的，没有装任何的软件。中国给个安卓手机给他试试看，打电话什么都还挺快的，开个微信，对啊，刷那些视频号啊，对啊，感觉还挺快的嘛。是啊，而且咱们中国的手机全部都是内置反诈 APP， 知道是反诈 APP 吗？反诈 APP 是什么东西？随时随地扫描你手机上所有的信息，图片、文字什么东西全部扫描，上传到服务区去分析。敢用啊？在 APP 是这个意思啊，原来。对啊，它随时扫描你手机上所有的信息，通话记录、短信、文件、照片、图片。那一点还能起足就洗一个，可能花多少钱？他是估计是想活得太久了吧？迟早出事啊！这样开。对啊，想活得太久了。所以反诈 APP 就是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看那些中国的那些现在那些企业家开会，都直接手机都扔到锡纸盒子里面放着，开完会再拿出来。反诈 APP 随时随地监控你的所有的，就我们现在说话，它就随时关键词，那就是反诈 APP。所以你国产手机你敢用，反正我是不敢用国产手机。这上头都很多个，这一个外面一个，这个是我装的，后排又有一个，没有，这个是滴滴装的，辛苦大了，这个是上行车记录仪。这一个是什么东西？散热的嘛，它会发热啊，行车记录仪。就风扇来的是吧？对啊，它是一个半导体制冷剂。就散热。半导体制冷剂还是水冷的等于？它是电的，由于它有一种那个半导体，就是你通过它是温差嘛，这边会制冷的，一边制冷一边制热。你把热的散出去，咱那边就变冷。这可以，现在就是可以制到零度以下哦，就现在。就你的车载冰箱就用的这个技术。半导体制冷。对。就是这个半导体，它有这个特性，它就一边冷是一边热，但你把那个热量排走呢，它就冷的那边就越来越冷，越来越冷。所以加个风扇嘛，就把热量吸走，这边就变冷，它可以到零下，就是这种环境下都可以到零下。但它的效率不高嘛，效率不高，但是用来散热好了，用来做家用冰箱那肯定是不行，它效率低了。但是它的优点就体积小，装备简单，就是一块半导体型小的一片。薄片就行。哦，那个车真的挺好。再倒车也倒不了了。难倒，那台车下市了。哦，别撞哦！把它看得到吗？应该看得到。看不到，他不敢倒的。是啊。这个车停得真好。
宝马车都哈车生活的，我就坦白了。我想肯定是当就是管事的肯定是北方领导，你们广东省的就是各个市，广州市啊或者是深圳市，肯定是当领导的是北方人，南方人肯定不会干这种事。南方人实在一点，北方人就是搞那些大白象工程，写报告啊。对啊，南方人实在一点，南方人遇到有台风肯定提前什么水库泄洪了，提前泄了，腾枯荣，什么什么这里该修整那里该修整，肯定会弄。北方人他不管的，那北方人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从他的基因里面就没有创造这个词。你们南方人就是实用。实在一点，对，实用嘛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湖北的。啊，湖北就刚刚好，长江以南也以北都有啊。对啊，中原呢。你看这种路上的线好好的。在北方一下雨就会长点泡了。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。要把东西弄好，做的比较差，不是排水做的，他们从脑袋里面从来就没有要想到，就是，这个会淹水，老百姓会不好过，从来不想到。你们这里说谁会干这种喊嘎残的事啊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个事不能干呐、啊，喊嘎残、啊。那北方人没事，这个是我靠，跟我没利益。我要挣钱，你看这里的路好好的。要把它线铲了重新画，好多路是这样的，白白的。以前你们广州会这样搞吗？不会的，除非它破了会补。这就是你们，肯定是你们广州市的管事的，现在是北方人，捞钱的吗？那你们南方人觉得这种做这种事很 low 知道吗？丢面子，这种事太 low 了。你们南方的领导不是不贪钱，他是金融市场去贪去了，好听一点的是吧？而且又容易。北方人就是傻，搞这种傻就是简单粗暴土匪模式。市场还来得快。对啊，金融市场来得快，又好听，名声又好听，对吧？说名声要好听一点，像这种搞这种东西，真的是很烂的技术，就是你们觉得这档次太低了，技术含量太低了，看不上南方人一档。而且金融市场搞，他的钱直接在海外变美金了。那些北方那些傻大叔，家里堆那么多现金又不能用，哈哈不用现金了，基本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他没办法呀，他的钱只能放在他放在银行账户不行啊，只能堆在家里、啊，哈哈哈哈。像你们南方的，就是金融市场弄的，直接都是美元了，海外账户、瑞士银行、各大银行都存着有，对吧？聪明。而且金融市场捞的钱又不容易招骂嘛，你这种天天画的这个线好好的，又惨的画，画的惨的话，这不招骂吗？谁都看得出来啊，这太 low 了。深圳前两天淹成那么厉害，淹水了还说上游在那个水库在泄洪，
要是你们以前你们南方的人当领导的话，肯定是提前台风来之前提前一天把水库的水腾出来，肯定会这样做。被上个月台风欺骗树上一个台风没啥事啊，被他欺骗了。但是未雨绸缪嘛，后面这个海葵这么厉害啊。对啊，之前那个叫啥忘记了。其实那个雨下的不那么大，都搞成那个样子。它下的密码连续吧。是啊。最可恶的是，那边的淹水，这边的泄洪，真的是。无非就舍不得钱嘛，因为水库的水可以拿来发电，他怕泄了之后后面水不足，发电不足，他的钱拿少了。他无非就是盘算这个。在这里要过来了，不行，这个花圈这里，我们走就是下面。我们走在下面，上面那边过来没有走上面的路。哦，往右边走就直接到火车站那边去了。哦，是吧？我还以为你走东风路啊。刚才如果那个不下隧道走上面的话，就到火车站了。沿着火车站那边绕一圈过来。变道的时候，后面如果是实线，如果后面是出租车，千万别变道，因为现在有一批出租车就是专门碰，专门上来了。对，专门上来，反正也不严重，他修个两三天，也还赔一天赔400块钱。哈哈哈哈哈！千万千万，有出租车，那不是叫保险的吗？
那不是保险啊，那是运营损失费啊，那保险一般不管。哦，就是那个主要责任人还要赔400块钱给他。对，一天。修车是修车的，因为他运营车嘛。哦。300到400。所以你们开车的遇到出租车，等他一下，也别慌。哦，还有这个运营费要赔的，原来。对，如果是你的主责的话。但是他们是专业的嘛，肯定是你主责，不主责他不会贴上的。那你在广州开车一定要小心。是。其他的一般私家车不会这么干。刚才变道后面有个出租车，我动都不敢动。怕他了。那何必呢？惹他干嘛？我又不是比尔盖茨，耽搁个1分钟，几千美元没了。对啊，既然租赁公司给我打电话说了，那肯定是他那边有数据，不然他不会说。发的美声了。